大家午安了、午安了，现在11:30，今天7月16号，今天星期日，星期日哦。给我看一下背景，猜猜我在哪里？猜得到吗？我又再一次来到了刚刚猜上次上一趟钓的这个海巡署的这个附近这个港口。不过今天我站的位置呢，是在上次是在另外一头，上次是在比较里面的那一头，这是我在出来的这一边。然后我的钓位在刚刚看到我的摩托车，在我摩托车前方而已。然后我是走过来这个堤头这边，这个小土堤的堤头这里。其实这边环境也还不错哦，也会看一下这边，这是另外一头的环境。然后对面也是一个小土地，是尽头。好，然后今天我钓的位置的环境大概是这样。OK。然后今天也是有点风势，不过比上一趟来的话好很多了哦，风势缓解了很多。今天风势缓解很多，那天气不错。不过水色的话呢，各位看见，水色还是依旧还是这样子哦。那所以这两趟来这边观察起来的话，这边的水色应该平均值大概就是这样。那好像应该算是蛮真的蛮适合黑鲷哦，这边的黑鲷钓真的蛮不错的哦，那蛮不错的哦，各式各样的黑鲷的钓法都会在这边出现哦，包括矶钓啊、螺钓啊、什么前打、下拔之类的，各位有听到风声哈、哦？有听到风声啊、哦？之类的这些针对黑鲷的这些玩法的话，在这边应该蛮盛行的。那今天刚刚这次开拍之前呢，我第一杆前几杆小试了一下身手，还没开拍之前，然后中了几只，然后有一只体型还不错的，然后我把它留起来，我留在我的活鱼桶里面哦，是活体的，所以之后等影片末之后呢，我再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那至于其他的比较中型的体型的黑鲷呢，都放生了哦，所以这边黑鲷算是很大众。以一个对于我不太擅长钓黑鲷的钓手来讲的话，有这么高的命中率，我觉得算是，那就是黑鲷真的算大众了。喜欢钓黑鲷的钓手，或者是钓黑鲷专精的钓手的话呢，可以来这边好好享受一下这样子的乐趣哈。然后我自己自认，对于黑鲷比较不在行，真的不太在行，因为黑鲷算是蛮精明的鱼种哦，但是它的栖息的环境生态都离人很近，所以那种习性已经非常的精明，所以黑鲷这种比较专科类的技术的话呢，小弟自认为比较不太擅长。那这边的话呢，有让小弟有体验到黑鲷钓的一个比较大的乐趣，就是喜欢的朋友呢，就是推荐这里可以让各位来体验。那今天就是多介绍一个钓位啊，这个钓场还是一样是曾文溪的沿岸哦，这边是刚刚塞的海巡署的港口的外面哦。其实这个整个沿岸还蛮多钓客在做钓的哦，各位看一下。可能捕捉不太清楚，不过一整个沿岸的话呢，很多钓客呢都在这边做钓、哦。OK， 那今天等一下中午了，再稍作休息一下，因为刚刚稍微钓了一下，那真的完全准备好之后呢，就开始进行一个做钓的动作。那今天就是再多介绍这个钓点。好，那之后可能我会再多来几趟吧，因为这整个沿岸感觉很多地方都蛮好玩，那些生态应该是不错。尤其是黑鲷的话哦，那我就顺便要练黑鲷这样子的专门科的一个技术。OK， 那就等会再继续一些做钓的画面喽。好，这一集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的画面，然后减少我一直在讲话的这种无聊的画面。好，多捕捉一些钓鱼当中的画面。那如果有中鱼的话，我再剪辑出来啊，剪出来让大家去做一个参考，还有环境的一直在不断变化的一个环境的水位、潮水、风势，然后包括水色、流速、流向之类的哦，都给一些做钓的画面给各位做参考。OK， 那就期待下一趴、下一段画面喽，开始做钓的画面喽。
今天的调型在刚刚的仓促之下结束哦。有没有看到突然场景已经转换到已经回家了？那就是刚才最后画面切的时候，就已经在有点下大雨，所以我们就把画面切了，然后就收拾就马上回来。我现在大家看一下，雨势下得很大，所以刚就撤离了。那现在就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来谈谈一下今天的整个调况吧，整个调型的这个状况啊。虽然今天的画面可能不多，那其实，今天在开镜前的几个小时就已经调了一下下，然后有中一些鱼货，有不错的鱼货，当然也有中小型的。那今天中小型的鱼货算不少，我都放掉了。那抓了两只稍微体型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虽然我很少抓鱼货，但是对于不擅长钓黑鲷的我，今天有这样的鱼货，我觉得对我来讲蛮难得，而且，偶尔才抓一下鱼货，应该大家不介意吧？好，那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鱼货吧。好，今天的鱼货大概是这样。今天的鱼货，我今天就取了这两只体型稍微比较好一点的黑格回来哦。对于不擅长钓黑格的我，这个算是一个对我来讲算是很不错、很开心的一个结果、哦。那还有其他很多中小型的黑格也有陆陆续续的都有钓到哦。那就是那边的话，生态啊，整个环境的话就蛮适合，可能喜欢黑鲷的朋友，去那边的话可能会蛮开心的哦，可能蛮开心的那边的话。那我今天坐钓呢，使用来稍微聊一下今天的钓图吧。我今天使用的阿波，来各位看一下，稍等一下哦。我今天使用的阿波是这一颗，各位看一下。我今天使用的阿波呢是这个是进攻坊的作品，是进攻坊的产品哦，进攻坊的 limit， 各位看一下，这叫不禁止，进攻坊的 limit 这颗，而且我就是用这颗3B的。我为什么使用3B呢？因为就很明确的那个钓场的话，就是要直接针对黑鲷的钓法。那直接针对黑鲷钓法的话呢，就会比较直接的进入泳层，因为毕竟的话，黑鲷的话应该都是比较针对贴底一点啦。虽然这个对我来讲，我不太擅长钓，大的重量就是往贴底的方向走，我不太擅长，但我还是尽量朝这个方向去钓。那加上今天的话呢，其实一开始风势还好，但是还是有风势，那边就是有风势，那只是大或小而已。那平均来讲的话，风势都也不会算太小。那所以说，今天我一开始呢，在风势稍微比较缓和的时候，我虽然使用3P，但我没有让它触载，它都很微量的、微量的触载3P的鳌线，加上一颗 G7 的鳌线，很微量的触载去调整一下它的浮力。那之后到后面过了中午之后呢，风势明显变得比较强劲之后呢，我让它的负载再放大哦，变成一个3B 的摇签加上一颗 G5 的摇签哦，让整个钓组是进入水里面的哦，把阿波压在水里面，让它减少风的影响，包含连母线也被压在水里面哦，甚至是在持杆控线的动作上的话呢，几乎也是把杆尾贴住水面，甚至是放入水面之下哦，就是为了让整个钓组尽量避免风的影响。而毕竟黑鲷的话呢，它算是比较这种鱼的习性的话呢，的钓法大家都知道比较属于直攻针对底层来钓的话，那会需要相当的稳定性，不适合一直在那边飘动哦，一直在那边飘动，它就有的越低的。那你让它在越接近底层，而且越接近底层的状态越稳定的话呢，对于攻击黑鲷的话的几率、成功率的话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那就是今天这个我整个做钓的大概方式，大概是这样吧。那当然说还有一些比较美感的部分，这个毕竟我不太擅长。好，那再谈到就是我今天使用的诱饵粉，还是偏轻偏中上层，但我还如果有混合一点的底层的粉，但我大部分的粉的基底还是一些中上层的粉，所以我的粉
我主要的目的，虽然我之前知道我要去钓可能比较黑钓、新鲜的草，但我还是希望说，我的粉比较着重漂流跟范围扩散性，我不希望它用一般传统在针对黑钓的粉是整个成团状的，整个直接在底层直接进入底层。我觉得你这样子的钓法我不太擅长，我不是说对或不对或是好不好，而是我自己本身不太擅长，所以我选择用这样子比较松散的，还是比较偏松散跟比较轻飘的粉来做我自己的一个做钓的一个手法跟一个搭配。那我的钓组呢，对我来讲算是我的习惯来讲，今天算是已经偏重了，使用3D 的钓组哦。因为一般来讲的做钓不会太使用太大的重量哦，除非特殊情况下，比如说有时候流很急啊，或者是某些场合下，但平均值我自己的习惯是不会太重的，所以今天使用3B 对我来讲就算是偏重的一个钓组，那就是很明确的要去针对比较黑钓的一个东西。虽然我一直强调我不太擅长，我真的不太擅长哦，不太擅长钓黑钓，我也很少钓过黑钓。那像今天这个体型对我来讲也算是我个人非常满意的，可能但对很多比较擅长钓黑钓的朋友来讲，这样子的体型算普通还好而已啊。那这样对我来讲就算是吃上钓型，对我来讲算是很开心的哦。你针对黑钓来讲的话，我自己认为有一些收获，不管是做钓的一些经验啊、方式，甚至是对那一个钓场的一些收获。因为毕竟那里也才我第二次去，只是换了不同站位的一个位置，在那个港口和不同站位的一个位置，那就有不错的收获了。我才去第二次就有一个不错的收获。那喜欢黑钓钓的朋友，也许很多人已经知道，那像我一样比较陌生的朋友，这那个地方就推荐给各位，就是冈阿塞。冈阿塞就是曾文溪出海口，冈阿塞的海巡署那边有一个小港口，那就整个沿岸附近呢都是可以坐钓的，而且很舒适。我这种能坐钓也算是比较慵懒的人来讲的话，我就很满意那样子的场合。摩托车骑着就会到，停下来就可以脚边就可以随便找一个认为舒适你喜欢的位置可以坐钓，而且它整个沿岸钓场的涵盖范围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会很符合各式各样钓法跟喜好习性的朋友可以去那边尝试一下，那边尝试一下。OK， 那这个就大概就是今天的整个做钓了。那我的饵料呢就一样，我是打粉钓南极虾，然后南极虾使用我自己使用的，我手工腌制南极虾。但我看到那里的旁边的一些钓友的话，他们使用的饵其实也不太一样，各式各样。但唯独就是好像没看到南极虾哦，有看到用活饵的，钓螺的、钓链饵的，但是南极虾的比例好像偏低。但我今天确实使用南极虾做钓，但也许别的方式也会有别的方式的一些它的目的跟它的效率性，也许会有一些差别，但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真正的说是非跟对错，没有绝对办法绝对，因为钓鱼涵盖的因素太广了，包括你人做钓的习惯，还有鱼的习惯，这些综合起来，还有环境这些太多了。那只是我今天只是提供一些我从钓组上到环境上，我这次钓饵上的我一些自己的运用的一个分享，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环境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边也不错。那我可能之后还会再去个几次吧，但不一定会拍成影片，或者是说如果我有像今天这样改变我的站位的话呢，再跟各位分享每一个美国站位的一个环境的差异性。好，那今天呢那里的大家也都看到第二次去我拍摄了，那就是风势，还有我觉得风势跟水色这两个重点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子。那环境，沿岸环境的话呢，虽然差不多，但还是会有变化性。但像有些地方是肉粽场，有些地方有特殊科棚，还有像我这种的，就在路边的一个小土皮当下去钓，那很多。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会再跟各位慢慢分享。OK， 那今天的钓型的画面可能偏少啦，那讲话的部分又变多了，那没办法，因为天气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早上自己先钓了一下子才开镜，所以有很多画面都没有捕捉到，很多画面没有捕捉到。那摇晃是我觉得还不错的，摇晃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可以分享给各位。哦，但鱼有大有小啊，这个有每个人觉得乐趣不一样，那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有鱼就很好玩的。那碰到今天这样子有满意的结果，那算是
一点点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验证，然后当然是乐趣更多了点，然后得到一点点收获啦，一点点肯定跟收获，就这样而已。大家不要把渔获看得太看的看渔获的角度呢，可以放广一点哈，看渔获角度。OK， 那今天这个影片大概就到这，因为没什么好讲，因为拍的也少，那钓鱼的过程的话，拍摄的也少，然后天气又下着大雨，那就拍摄时间就很短，这样 OK 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啦。好，一松吧，沉默的句号就是真的。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这。好，那欢迎各位呢持续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个订阅呢，甚至设定一下抢先看，大家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呢获得我影片上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讯息。如果你也喜欢和一起分享乐趣的话，我会尽量的去拍一些很多种不同面向的影片啦。如果你有在关注我的影片的话，就会大概知道我的影片的面向算是很多很多种类啊，但都是以基钓为主轴，因为我本身就是钓基钓，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本身就是以基钓为主轴的一个整个我的整个习性哦，我的个人喜好跟习性。那除了 YouTube 频道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的个人的脸书，那还有我的粉丝专页，尤其是我的粉丝专页，大家加了我的脸书之后，别忘了去关注一下我的粉丝专页，因为脸书的话呢，会比较倾向我个人的私人的方面，但我还是会跟各位，加个好友，跟各位钓友结识成为好友。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想偏向跟我有一些钓鱼啊、基钓上的一些交流的话呢，可能就要到我的粉丝专页里面的话，互动会比较多一点，也比较更专精，比较更清楚一些哦。里面都是一些真的都是我在针对钓鱼啊、基钓的一些分享都在里面，一些分享，只能说这些都是分享哦。那我也很欢迎各位喜欢钓鱼的朋友，其实不管你是什么钓法，我觉得都很好玩啊，路亚的啊、圆头的啊、单钓的啊、全打的，各式各样哦，全钓的各式各样的钓法，其实只要喜欢钓鱼，我觉得那个心境都差不多的哦。各位喜欢结识朋友，那互相分享一些自己觉得的乐趣，然后大概就是这样。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喽。那过阵子再等等吧，后面再等等吧。我最近的天气好像也都是这样，可能都是有过雷阵雨。那夏天又热又不太好钓。OK， 那影片更新的速度呢，就各位如果慢的话呢，各位要见谅一下哦。那也很欢迎各位，如果有钓友的话，钓新钓友的话，可以相约一下，也许大家有机会一起钓新，甚至是一起拍摄影片，好，一起跟更多的钓友分享一些钓鱼的乐趣，这样子。OK， 那今天影片到这喽，我们就期待下一集吧。谢谢各位这一集收看，下次见，拜拜。一身湿要来洗装备，洗装备，然后全部整理装备。就是今天的，如果我不要故意这样，就是今天的，如果真开心。真的不太会钓黑鲷，很难得钓到不错的。OK， 来整理装备了吧。